我们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你来比划我来猜，咱们石头剪刀布来决定一下谁先玩好不好？好，石头剪刀布，我们先来还是后来？后来。我们先来。好，我们种子队已经做好准备了，计时开始。哟，四个字，什么是什么哲，是个诗人，他姓什么？苏。苏。对。第二个，我是一个什么人，习什么人？习武。苏武。对对对对。然后第四个字是灭。苏武阳。第三个字是我是一个放什么人？放羊。不是。放牛。不是。放羊。那个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来加起来。加起来。苏武。牧羊。对。哎。那个五个字，前三个字是一个国家，然后呢，东的对应的方向是西。对对对对。他们那还有个斗牛。对。西班牙。对对 对, 对。然后。西班牙斗牛士。不是那个啊，我是男，他是女。哎。然后第五个字，啊、哦。狼。对，连起来。西班牙女郎。对。哎对对对。然后、我叫什么豆？我叫什么豆？金呢？对，然后，比金稍微那个什么一点银，对对对 对, 对，然后这是第一个字和第三个字啊，第二个字和第四个字是一样的。夏天我吃冰棍的时候，我不好好吃，我呢，缩什么缩？对对对对对，金缩银缩。对对对对，然后那个你看我现在这什么动作啊？转转。对，然后那个你安静一会儿，你别老唠叨。不是老高，练起来，转动。对，然后第三个字是一个助词，白小转动的。对、哎、对。然后呢，我生活在什么的年代？现代。不是，比如说我是那个特倒霉那个人，你就是特什么那个？幸运。对，我们过年门上贴那个字是什么？福。对对。连起来。转动的幸福。对。哎，对对对 对, 对。来下一个，然后。第一个字哗呼呼流，不是对、哦。第二个字哗下河道什么？下雨。雨。时间到了，我们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呢，答对了四道题，来看看你们队的表现。好，我们来果实队来交换位置啊。来，计时开始，四个字，容易的反义词。难。对对。然后我经常说什么？哎，对对对对。然后第三个字就是有明天、有明天，那今天对，然后今天那不是不是十五我们要吃元什么宵，南方今宵、对对对对对，哎，三个字，是我们祖国在这个吃拉条子、烤肉串的那个地方叫什么？新疆。对对对，新疆。第最后一个字是这，新疆棒，不是，还有一个坏的反义词，新疆好。对对对对对，第一个字是他特别爱喝水，不是，不然后这个最最最，哎，然后远的反义词，近，对，歌唱什么赛，对对，妈妈经常会唠叨你，你就会觉得妈妈怎么烦躁，对对对对对，把躁去了，最近比烦，中间还有个字，最近比较烦，对对对对。第一个字，爱白勺，白勺住的爱的，然后我是一名堂堂正正的中国人，对，有前面后面中间，对，爱的人间，爱的人间啊、爱的人间，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呢，我们的果实队是答对了四道题。有个小音符，好。